您是在就是学英语吗？还是？您是什么职务啊？我退休了。退休了。啊、退休了，为什么现在还学英语呢？啊？为什么还学英语呢？以后要出去旅游啊，再一个学了脑袋这个充实一些啊。好多老年人没事打牌啊，上茶馆了，来学这个有意思啊，舒服啊。嗯。有时间带孙子可以和孙子交流一下呀、啊。这是谁帮你买的这个什么？这是点读机啊。啊。这都自己买的呀。自己买的。啊。哦。现在能认多少单词啊？三年级到六年级的这个单词背完了，现在就开始在读句子，读课文，把课文读完了，可能有个1600-1700个单词吧。你能示范几句吗？有你的伴 ，My name is Oliver. Hi, hello. This is Amy. She's quiet. She's very, very hard working. 我要向你学习。在上考试之前，我把你这种精神传给我女儿。我说，你看这个爷爷都60岁了，还在学英语。我告诉你啊，是这样啊。我的大儿子呢是博士毕业的，小儿子呢是研究生毕业的。一个家呀，要建一个正能量场啊，我们要带头啊。我把这个头带好了，后面他年轻人呢，像玩手机的、睡懒觉的、看电视的，这个现象就基本上我们家都不看电视啊。我感觉我们一家人回到家就是不看我的电视剧，看完他的那个电话手表，跟同学那个都很抑郁，就结束了，就这样子。各搞各的，环境嘛就可以改变人，说特别是小孩塑造的这个效果很好。